南韩女团 TWICE 向来以可爱清纯见称，出道七年至今，人气丝毫不减。TWICE 在8月26日发了新专辑 Between 1、2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个消息，我是很震惊的。之前完全没提前预告兔瓦斯要发专的消息，很多粉丝直接就是被搞了个猝不及防。别的不说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成绩不好。新歌发布之前几乎都是空降一位的，但 Between 1、2发布第二天排81名，很多粉丝看到榜单都受到了冲击。但好消息是，9月7日，据美国公告牌官方网站透露， TWICE 在8月26日发行的迷你11辑 Between 1、2中占据了9月10日公告牌主要排行榜 Billboard 200第三位和艺人100第一位。去年11月以正规三辑 Formula of Love 登上 Billboard 200第三位，创下自身最高纪录的 TWICE 凭借新迷你专辑凭了组合最高排名纪录。在综合统计艺人的成绩排名的艺人100排行榜上，与前作相比排名提升了9位，首次登上了第一的宝座。